被落石击中的乘客头上因为被凹陷的车顶和玻璃割伤，家人用衣服先行包扎，通报119后，有救护车赶紧将他送往花莲的慈济医院急救。主要就是那个右前额的撕裂伤啊，身上有一些多处的擦伤，有些玻璃碎屑，这个样子也是意识清楚，意识都清楚的。回到事故现场，被落石击中的白色小轿车还停在路旁，后方一颗重达40多公斤的大石头，当时就是沿着山壁直接滚下，撞进了正在行进间的车辆，车上所有人都吓傻了眼，回神才发现副驾驶座上的乘客头部被凹陷的车顶和玻璃割伤。我们其实真的也没有听到落石的声音，这样子，那就突然就是轰一声，就是那个石头很大颗，你有看到吗？就是突然就掉下来这样子，对，就把挡风玻璃整个都砸破了。据了解，遭落石击中的乘客是家住在台中、今年39岁的林先生。一号和父母亲还有妹妹从台中搭火车前往花莲，在市区租车后开车前往太鲁阁国家公园内的天祥饭店入住。二号是要开车下山返回市区还车，却在台八线173公里处慈母桥附近遇上了从天而降的意外，好险没有生命危险。公路总局提醒用路人要特别注意，近日山区多雨，沿线均有落石意外发生的可能，请用路人要特别小心。记者彭家凯欢迎报道。